夏天又是欣赏荷花盛开的时节，今天沙子在旅行要带大家一起到西市的广兴宫，一处赏荷秘境，还要带大家了解西市有名的大水饼的文化。准备好了吗？那么我们就出发吧。广兴宫主要供奉的是谢府元帅谢玄，以前称为元帅庙。相传许县西在早期称之为蛇神西，在西市这一带的聚落前形成一个向西的曲流，而元帅庙刚好属于蛇神西的中林地脉，所以有谢府元帅大显神威，而让洪流转向流出，保护了当地的居民的安全。在西市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十分特别的传统习俗，叫做打水饼。打水饼的由来可追溯至道光年间，早期的大饼多用发酵饼，直到日治时期开始使用今日所见的水果饼，简称水饼。好，现在我人在西市里的广兴宫，在我背后呢，这边就是广兴宫。那在广兴宫的附近呢，有一个赏荷花的一个秘境哦。现在呢，就带大家过去看看吧。好，如果你要来广兴宫这里欣赏荷花的话，可以把你的爱车呢停在这个广场，然后呢就沿着前面这里有一条路呢，我们直走往前就可以到荷花田了。好，走，我们过去吧。在这边我们左转，左转前面一小段路呢就可以看到荷花田了。好，我们抵达荷花田了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开启赏花模式吧 ，Go！